今天天气啊也比较好，昨天过来是细雨蒙蒙。哇，今天有太阳。哇，这个门都差不多烂了。哎，锁门了，干嘛去了？去果园了吗？会不会是去果园了？出去看看。嗯，好像不在呀，好像不在。我们去那里找找，问问村民，看一下大哥大姐去哪里了。同学们，去果园看一下。果园，好，去果园看一下。龙哥，快，你们两个去果园看一下，大哥大姐在不在？收完之后，这个苹果放哪？苹果可能是在上面一个广场，不是大腿进那大马路边上有没有地方？对，就大马路边。对对对，就那些。我们上去看看，上去看看。啊、等会儿咱们上去看看。好、啊，是这样，大腿进不来，大腿进不来，这里进不来，进不来，九米六这个弯子都转不过来。啊？收那主路上有没有？搞的时候就搞大马路上，就发现了。这啥地方去的？就上了个主路的，就上了个上去，这里可以是吧？那、哎、你们去看一下这条路怎么走。哎，那往常定了又过不了吧？帮苹果的。如果是这条路能走的话，九米有两站，两站进不来吗？那么就可以顺利的把大车开到这里来装。在这里大车可以开吧？进不来，进不来，这根本进不来。上路刚突然下雨，那都。昨天那个果农说有一个什么场地吧，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。阿姨，怎么收的？在帮忙吗？放绑子绑，就上去了。这是你自己的，在果园里摘的。好啊。哇，这果，哇，这果好漂亮。你就是怕他在这尝就怕他。推到哪里去了？讲到苹果算了，没忘了要。推到哪里去了？我都推了。推到哪里去啊？推到上面去啊？上去了要啊，要上去了，到这保持了啊。我把脚踹到地里去啊，那你慢慢推了。再见啊！哦，再瞧瞧。哎，阿姨给我一个苹果，这个苹果长相不太好，但是绝对好吃。哇，很多水，你看，咬一口这水都爆出来。那个场地啊，你昨天说的场地是哪个地方？啊，你昨天说的场地在哪里打包？打包，咱们院子里面也可以吧？那不行，啊，院子里肯定不行。就到这个地方打开，我们去上面租一个那个地方。东五路边上，这个要往后走，他那个要大车进。要了，啥包子抓到狗了？对，那天。你要不联系一下村委会，或者是认识那个仓库的吧？我
租金我们这边给。而且老啊，对，你把需要卖的，包括你家的，包括那个老爷子家的，一起拉到那里来，通过三轮摩托车。可以可以。那我们上去现在去跟他谈。行行行。啊，这个有人吧？现在家里边好没人啊，这个。就咱们上次先看一下吧。哦。嗯。哎，这看，要不你把车开上来？咱们直接过去，把车看过去。你直接我在这等你。这开不上去。这得开不上去。这里开不上去。从那个地方就是近一点。啊，要从那边过去。从那边。走，就过去谈一下。边的这些小管家、弟弟、小助手，要换皮。这个完好的。这是我们这个乡的乡长啊，王乡长。王乡长，乡长。哦，您贵姓？啊，免贵姓吴，口天吴。乡长。啊，欢迎你们来到白家湾乡。啊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这里这么淳朴的人民。还有你这个领导亲自来到这里，我是有点受宠若惊。走，我们去现场。这边的苹果尝了没有？基本上吃的。口感都挺好，啊，全甘谷县，全甘谷县的话，白家湾乡的话，在今年2021年度啊，这里话荣获了全国中国苹果产业百强中的一个称号，可以说的话，这边的苹果的话是，本来的话，它这边的话是日照充足，它那苹果的话，口感的话，日夜温差也比较大，日夜温差比较大，嗯。所以仓库比较多，嗯，纺织部加合作社加农户，现在的话我们也可以加一条互联网，对对对，电商这一块一定要重视，电商这一块子，这一块子我们这边的话是纺织部的话做一个引导作用，一个引导作用，然后的话鼓励扶持一些合作社，然后他搞一些的话苹果收购过来嘛，他有销路，进行一个加工，包括的话就是它那个纸箱子，还有一些装苹果一些筐子，然后自己生产的话相对便宜一点，老百姓利润空间也比较大一点。对对。这个头大了，你看，这个都有将近有七八两重，七八两重。现在这里日照充足，所以它的果也比较含糖量高，甜蜜。咱们刚才摘的这个果，它上面的话有一层那个果蜡，它自然形成的，自然形成的。比如说它的这个的话，刚采摘的话，口感比较甜脆一点，适合的话，年轻人的话比较喜欢吃甜脆的话，但是你这个苹果的话，放差不多啊，20天嘛，20天之后啊，它这个口感的话比较绵软，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小孩沙沙的，小孩吃的话比较好。老人吃的话是，它也咬得动。听说还可以煲汤。这个、对，可以煲汤。可以煲汤的这个，煲出来的汤是红色的，非常好喝。现在我们开始打包。现在水分都干了吧？干了。那你刚装好了一箱，装里面的。对，我们要看这个重量。这个是大果啊，有大果、大小这个大小大小参差的参差放，因为怕挤不下，一个是重量，二个是怕挤不下，我会把箱子挤爆。这个苹果不能竖着放，一定要横着放，横着放它就不会顶上来，然后装好了之后它一定扎实，然后一定是扎实的，不能松动。第二个就盖上盖板，这是一层板，然后第二层来了，第二层进入，第二层进入，横着装，一个，这是九宫格，两个，横着竖着，它就可以说互相的，不要挤得太厉害，只要饱满就行了。这个已经完成了，杨晶，现在我们去过一下重量。对，这个九个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去过一下重量。
先放上去，先不要装进去，先放着看一下重量。还差一个。啊，对，还差一个。啊，这个就合适了。这就合适了。啊，一定要把控这个重量。现在 OK， 现在只有多没有少了。然后再换成卡垫。一定要拉紧。竖线还一条，所以特别费胶带，胶带都买了好多钱。这一箱算是打包完成了，啊，紧致，前后左右上下，这一包站个人上去没有一点问题的，空箱子都可以站的，啊，拿个空箱子过来，我们现在示范一下，就是拿个空箱子，把网格放好，看一下这空箱子能不能承受我们的重量，啊，这是空的。好，箱子放平，啊，这是空的哈，抛空的啊，啊，基本上空箱子站人，而且还可以抖，没问题的啊，所以保证它的苹果不会受损。我来开一下这个车，我来开出去。哇，这么多操作怎么？哦，这刹车、油门、离合。熄火的，我只会开啊，想不到我会开农用车，哈哈，好，去包装去。